当作是亲戚考生同款的辛辛苦苦吃药，这背过来，你就安尼报答我。爸，你哪会走来这？啊你。你也跟家己不干呢？林顺凯，阿妈你，你姓李是对象谁？啊？你细汉的时阵，破病发烧，还佫食着土豆过敏的时阵，是谁暗时下无困，把你送去病院？嗯？是谁怕你寒，怕你枵着，管你用心栽培你，陪你做功课的啊？是你，要讲吗？你过去的，我叫是你良心叫狗抱去的。我细汉的时，你细汉的时阵，我就足疼惜你。我知影你的个性，无想要甲人争。我惊你去予俊豪欺负，所以我就把所有上好的物件拢留予你，包括一片的总经理。结果呢？我知影你毋是我亲生后生以后，我嘛是赶快信任你啊。重要代志拢交予你去处理，你唔若反背我，我甲你甲啥物拢抢走，你心肝来遮尔凶啦！这人就是爱自私，爱无情无义，这我拢是运用惯用，甲阿妈学的。所做的代志，拢撒去你阿妈头壳顶啊！无怪伊，要怪啥？伊自然就比我爱甲别人比，从头到尾，就只是咧利用我尔。当我无利用过当的时阵，伊就一脚将我踢走。啊你嘞？你做爸爸的人，你敢有听我讲话？你敢为我做过啥？无嘛！你该安乖乖听伊的，根本就唔敢反抗伊。伊爱你向东，你唔敢向西。当作是阿妈讲一片，敢若会当传给查甫的尔，所以你着将有啥物带入门，害妈痛苦一世人，都是因为安尼，你才会将我破裂的家，改变我的人生。我已经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浪费二十多年的人生，我早就已经后悔啊！后悔？后悔有啥物路用？后悔根本无人改变啥，你为别人倒来，你有啥物改变？无啊！你也是同款，将阿妈话当作参照圣旨同款。阿妈要将一片交一个半路人做归做的资金，你也是同款听伊的啊。爸，你怎敢知影？就是因为你的冷静，所以才害我人生变到这样凄惨，你知无？我到尾拢是尽心尽力的栽培你，我根本都无欠你。你这世人欠我债啊！就是你毁掉我的人生，害我无想要你家，我无想要起家。我即马已经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啊！你知无？现在你谁啊？啊！我咧跟你讲，你谁？这无花无目屎精神，你为了你自己，你来去伤害任何人，你去死！你去死！你竟然害我去死！你拄才还阁傻傻咕咕讲我是残障，你亲生父亲同款，即摆竟然害我去死！
我的血哪会这么厉害？原来不管是低价是起价，根本就没一个愿意爱我。我就是太过爱你啊，看你咸着了，我的心在这么痛。那么快点，陈凯，爸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。为你爸早就无什么话，你若死啊，就唔免留在这世间继续害人啊！啊，你唔免惊，做伙去死！滚！你滚！你放开！出来！你滚！总监，有请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这摆生出死啊，要死嘛伤害啊！啊，歹势，啊，歹势。去啊，去啊，啊，歹势啊。你去啦！等你两爸仔是咧创啥？总去路中足危险，你知影无？你来遮创啥？我来找顺哥讲一挂代志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搁饮酒啊？免你管啦，别讲你讲。妈。我家己一定无话通讲啊！回日你较讲就是了。俊杰，俊杰，免怪伊啦！你即摆已经变作一个怪物，早就已经不是你较早时阵迄个怪囝。阿婆，你陪我去行行。啉一挂烧的，我人较清醒。清醒是要创啥？即马对我来讲，愈清醒就愈痛苦，愈好想起我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幼稚，我知影代志变到安尼，你心内一定就袂得过。不过我拜托你，莫阁逐工啉到醉茫茫，拢毋知影家己在创啥。我问你，你敢知影你拄只差一点仔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当然嘛知影，我拄只是想要拖甲你甲毁掉凶手，做伙去死。这是嘛是在讲啥？你的意思是，拄只你甲俊杰是跳空？撞去路中，要去有车撞的哦。俊凯讲来无唔对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就是我想亏听妈的话，你才把俊凯带来你家，你家这农家耍体。我只有拖伊做伙死，才当好好赎罪。你哪会变咖呢啊？这代志你竟然想要逃避？你敢阁是我当初是谁？伊个理由是啊？我唔是变咖安尼，我本来就是这两家的查甫人啊。当初是你想过无够了解我，你认为我是一个会当挖苦的查甫人，你才嫁乎我的。秋英，歹势。你发脾气啊？啊！不过好佳哉，你即摆已经跟我离婚啊！离开我这个无路用的查某人。我拜托你，你较尊重的好不好？你别再追星忙死啊！
就算家伙败了了，又搁安怎？我问你，上坡你搁活嘞？你搁会当重新开始？你敢袂去啊？我之前你跋落山脚，结果嘞，你活嘞倒转来啊！天公伯既然给你这条命留嘞，绝对有伊的用意。什么用意？是要听话我是无？啊？你敢知阿金妈我干嘛带你去开什么款的感觉？秘书去吃赶快！做什么代志让我看人家面色？你想要斗三工弄风险加薄？妈吃个姜会说，我家乡地薄，这一切拢是我害的。真正想无，准备是啥物时阵变卡安尼？啊，代志既然都发生啊，你想搁较济嘛无路用。我离开厝这二十多年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现在唔那是准格。连俊豪、可心拢变甲一个比一个更加无情、更加冷血，到底是谁搞出来？是我搞的，是我含万家惊安尼用的无？尤其。我捌想过，你无提出这么侪年来，你唔知影是生还是死。我一个查某人爱带迄三个囡仔，你敢认为足简单呢？厝内底，还佮公司所有的代志、所有的压力，拢堆在我一个人的肩头。啊，不过我无逃避，我默默怨言，我嘴紧紧夹咧。就是要把这间公司、这个家顾掉、还掉，等你倒转来。因为我相信，我相信你讲话嘞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倒来我的身躯边，跟我讲一句，小英，你辛苦。是的，你别搞坏事嘞。卡叔，你那真是在理唔对，那你我拜托你，卡清楚，卖阁逐工啉酒过日子啊。是，你那认为？我教育失败，我教囡仔教歹啊！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嘛无迄个权利放弃，反倒回来，我用我上大的力量，一个一个给扭倒回来。假使你若无想要斗三工，不过我拜托你，上无莫再去找因麻烦了。